它是甜美度是最高的了。啊，有的那两边筛都没有毛，那啥玩意儿？哎呀，这呀真甜呐！你这都太甜了，这又是顶级的脸盘。也是碎也行，毛脸上加肥脸子的，很宽。那我这你白玉还得要这样卖也好卖呀。就是黑点，就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。12.5，12的贵。不用12，11就够用。这个有点黑，这个。毛还爆呢，你这毛还爆。呀，这家下的冷吗？头回出来。冷。头回出来还看。你看他们那毛，这个都没有毛，脑袋两边。这叫加肥水，上哪看？不好遇着毛。你碰上一这样的毛不好碰着。长毛的。长毛，留着。你上哪遇着毛去？这里有吗？你看。我整一个，这过去这等着卖他妈这30000的，一寸天钱。这多少钱一个？这是5个。哎呦，三个。我看你这个好玩。这个能不能便宜点？这个。哎呀，这1000块钱，这不讲价。关键它有血呢。挺安逸呀，这家睡的。他挠的不安全了。哦，害怕那是啊。对他挠的，黑乎住了，被黑乎住了。对。这个公牛母的，都是母的。这怎么卖？要3斤。多大了？新母没发情呢，马上快发情了。8-9个月。啊，8个月。8个月。吓得一动不敢动，这挠的，真干他呀啊！你挺厉害呗，这怎么卖？都是一样价。这家可不小啊，怀孕了吗？没有，这多得黑。这样挺好看，你起来，这下一锅子儿子吃咸了。这玩意儿得喝啥配呀？搞个长毛的，没点长毛呗，雕斑。嗯。配到咱这层，这玩意儿到咱这了。挺好看的。哎，这大绿眼儿。哎，绿眼儿都是绿眼儿。嗯。神奇。吓得他！这三花怎么卖的？这家伙多大？1岁多了吧？新母啊，长点胖乎。几百没听清，200。哎，这价位，这可是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我这不爱磨的，一口到位完事。这下头不好意思讲价。母子。100个，人家这价是亲民，亲民价，100-200，大的没用啊，回去。这个行还真有不少好看的猫，100一只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。